原本位于台南市南区台江关海桥下海南里活动中心，因为活动空间小，加上结构安全疑虑，经过地方的争取，政府决定伫咧高温中卫区的海南公园新建活动中心。今日举办党托的仪式，预定伫咧明年五月份完工。这也是台南市第一座选举级的立建局活动中心。由台南市安南区和顺国小人才振兴队表演及开序幕。海南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由市长王伟铁主持，并向同侪为民代表做会分享祝祷，随后也签动土，祝祷工程进展顺利圆满。这活动中心就是跟咱里民息息相关的，咱要大建设，像北外环、北外环吼，诶，这个大建设会当交通利便，但是咱嘛爱基层的建设，跟咱的里民吼要办一个活动，还是讲要。这个一个妈妈教室都有所在，这就是咱的用心跟目的。海南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，由着政府台南市实施平均地权基金补助办理，运用售出的土地应有回馈，并且在中卫区内的公园用地，以多目标使用方式新建活动中心。因为我们是在公园里面，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露台喝着咖啡，喝着茶哈，欣赏我们的公园之美哈。啊，这个也还有七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研习中心，研习包括我们的像各项的研习啦、唱歌都可以在这个空间来使用，啊，多功能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老年人口渐渐的增加，我们的什么活动中心能够跟长照，能够跟啊我们九份子国中小的课后的一个辅导，都可以运用这个空间来做使用。工程总经费编列6170万，总楼地板面积328平，预定113年五月底完工。这个活动中心也将成为台南市第一座选择级绿建局活动中心。记者孙云河南区采访报道。